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好丢兼共青。今天我邀请到两位我的中部还有的这个南部的好朋友，春风，大家好，接着起来马克，大家好，马克，欢迎我们的这个助理主持人比杰啊，周洋啊。今天我特地来这边勘察一下，因为我闻到一些味道啊、哦。是，对，现在叫 Sir 就好了哦。Sir， Yes Sir， Yes Sir。春风哥今天来这边一个人单枪匹马，我怕他孤单，送他两个小礼物了。哦，是那个洋葱。哦，是。谢谢谢谢。洋葱，报告。那个接电子，建制啊，哎，建制，这样感觉我们九一都到齐了啦。谢谢谢谢谢。那今天我们这个阿Sir在后面哦，表示哦，今天我们的两位来宾哦，当然今晚没了哦，已经晚五，没，那我几个比较特殊的背景，然后来探讨一下，嘻哈对他们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转变。其实我跟春风我其实也超过哎，15年有啦，超过。然后其实那个时阵吼 ，TTM 名的很标榜迄个帮派老Sir，包含后边迄个 Hustle Boy。所以我刚刚某种程度是好像把那种很典型的那种美国黑人文化，咱想象中的，然后可能帮派嘛，然后械斗的东西，好像真实的在自己的身躯顶管安尼发生过。那个时阵，你的生活跟你那个时阵的想法是安那？那时阵是朋友，因咧唱老师，因为那个族群内底啊，有很多，比如说有跳舞的嘛，很多我们认识什么老毛那种跳舞老师啊，然后涂鸦有玩滑板的、啊，也有混混啊，就全部拢伫阮迄阵一中街安尼，甚至一群早。其实就属于哦老舍，阿温就属于混混。反而即马好像他接看到这记录的这种咱所谓真正是，可能歌词会有写到这個，但是真正生活嘛是拍酷的。你嘛算命较济，你来讲起底价衰哦，两楼啊。即两个八家九做虾米，你讲点点，我拢点点。啊，你来歌词吼，拢唔敢写到这哦。唔敢。然后如下如下面的，比如。这我最拍来几正常者，来了嘛？要大概来聊一下马克啦吼，咱高雄之前就是咧做一个 Party MC 啦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你会介意大概怎样？例如出国深造这一段哈？不介意。刚没分享一下心路历程，在你那种心情，可能你要突然断掉那么久的这个转折，你该刚刚啊，这应该知道等多啊喝啊，这个发生这些事情，然后被迫警察，你到底调别来插啥啦？你该到底好安静的你。好啦，林志博啊，林志博，林志博，林志博，马克杯。好，谢谢。他原来他是想要塞他的梗啦。塞完了吗？塞完了。可以让我们继续讲话了吗？继续。OK， 来，谢谢阿Sir，谢谢阿Sir。如果轻松一点讲，就是那时候当然会这样想，应该还年轻，会觉得说啊，为什么就是要发生这种事情？为什么在我身上？那其实出来之后，然后想远一点，其实这是好事啊。个性上面啊，什么都会变得比较多，因为在里面看的比较多人，然后你也经历过很多事情，所以觉得这段经历算好了。另外，其实你大虾时代第一集那一次，你原本就想要来比赛嘛，然后是什么原因就突然不来比？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说，有要来比啊。对对对对，但那个时候应该是。是说刚回来没多久，回来的时候1月底比赛，好像4月还是3月就在海选，所以那个时候算是时间上面也太赶。再来就是说我自己还有假释的部分还没有走完，家人是希望说啊，那你不要那么高调啊呢。那我蛮好奇问一件事哈，咱看爱的这嘻哈纪录片，那饶舌歌手在狱里面不是都会写出很多作品冲啊？你嘛啊呢？我好下，就其实它是一个抒发，你在里面环境也复杂，其实你也不太会去跟人家讲说你是在干嘛，或者说你太多的一些。让人家知道，那里面的人都不知道你是做音乐唱老舍、欸，不知道，因为环境不一样。但是有一次会客的时阵，吕士轩我来搞我看，时阵伊拢听电台，听吕士轩来歌。我们那个接见，比如朋友来搞我看，顶管都会写名，像来搞我看的，伊讲。借吕士轩，刚是借吕士轩。我讲，不是当面的，还不是。有些人对根生人这个东西，他们可能会有这个排斥哈。我们在讲音乐圈，刚我一挂唱片公司，音乐圈人家根生人加分吧。老舍嘻哈可能是，嘻哈可能是一般的根生人应该是加分。对啊，还是抢的。经费无啥搞，混血儿娱乐其实旗下也有签了蛮多这一种，感觉起来是一种味道十足，然后很不。你等一下，阿Sir紧迫盯人啊！对啊，我这样合法，我这样，我纳税啊，你纳税多好嘞，我纳税，这一天撤，对，马兵干啊！我好奇问一下哈，911这毫无疑问吼，是更是台湾的天团啊啦吼，但是安尼你可讲有种细汉叫因阿婆啦吼，啊然后作为大汉，然后甚至有一挂是真正街头的啦吼，但是你做艺人之后，现在朋友的这没有时间分配，没有影响，还是恁没因为讲咱今仔是艺人，啊人切。
你就会较撇啊，较爽嘛。不借钱，这钱是还好啦，是袂不至于会。没借钱哦，你这种好朋友咧。哎是哎，哎好，我是讲没借。较少啦，我较少拄着种情，借较少。我较少拄着种情少，较少拄着种情，啊，借拢借大条的。我较早是做借人钱，借人钱的。啊，那每个钱借钱啊，还是看不看？看看。我就挂困掉来听看，晚上我看了。因拄着困掉应该就是，比如嘛，我伫倒咧坐半暝，叫你叫你过搭坐，因为因有带朋友嘛，啊，你去伊能加分嘛。啊，这种我对较早拄上侪。对对对对。几乎拢大，几乎拢大啊！啊，你无去嘛袂使啊。三更半夜拢去。几乎拢大，你一定爱去。对啦，这边都无做人啦。对，做人啊。系啊，这个够就是你去唱歌，人叫你加唱几条。啊，对，拄着这种，几乎拢这种。老来，你死下来。以后个公司讲歌卖袂去 KTV 啊啦哦，大概拢底下开演唱会。这还好啦，咱即摆搁加拉回嘻哈一点啦。我讲吼，其实咱头个讲话迄个过程当中啦，我讲尤其吼，咱很多都是唱一种台语老舌，有一挂黑话，一挂黑人俚语吼，你听起来就真正加迄嘻哈感十足。一般人可能听无，啊，但是咱这有咧讲诶。在推广这个母语老舌的人，听到就讲哦，够爽，有够亲切，而且感觉有够嘻哈。而且我觉得唱台语也较帅，我家己感觉。是啦，欸、我讲安尼可能会演上，但是我讲真的，我讲会讲台语的查某有够性感。我嘛讲。系啊，我发现黑人俚语这个物件，甲咱台语的一挂俗语，伊是不谋而合哦。然后甚至讲咱台语有做者黑话，还讲出来，那就像欧人咧讲的一挂讲 in the sense 感觉嘛，这个物件讲出来的味啦，还整个味道啦，吼，都超级屌安尼。咱今仔日咱嘛要来进行一个小单元，因为咱下当讲个有限啦，刷来那是更也要讲拢是违法的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台语黑话大考验，然后我相信在座的这两位这个应该都会很了解，所以我觉得考他们这波艺术，咱来考比劫好不好？哎，色啦，色，是色啦，嘿是色，什么意思？我来聊。我是蛇哦，你是蛇哦，你在讲啥？我想讲你在讲黑话诶、欸。啊，然后从咱迄个马克甲这个春风解释之后，你得爱尝试用我刚刚讲那句黑话造句，不用做那件事情、啊你就造句，假装那个情境，然后我要看你讲嘴干掉呢，趣味的心啦哈，欠中红，欠中红，这我知啊，是要国贡店嘛？哦，我要去贡店哦，欠中红，我看啊，哦，你这欠钱去哦，我看你这是要欠中红哦。对，哦，来钉诶，钉诶啊，钉诶哦，硬的，我看啊，我可能是迄药丸哦，是无？有点哥哥，钉诶，我记得有硬的、软的啦，我记得有硬的、软的啊，什么是硬，什么是软，我忘记了。硬的就是安非他命，软的就是四合啊，就是迄个海洛因。这是安怎？因为你硬的食了你会足紧，软的哦，四合啊迄种哦，你食了你身躯轻飘。我知影学清楚啊，袂使咧啦，这个上面写的啦，系啦。做汤啊，汤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做汤啊，哦，汤啊鸡嘛，鸡啊炖汤啊，啊汤啊鸡，啊就是讲哦，人哦去塞一个汤啊内底，去填海，啊唔对无？唔是，是答错，得得。做汤啊就是诈骗集团，哎呀，人讲的开汤。好，我要跟他诈骗集团，要不要去柬埔寨做汤啊？是吗？会讲到那么直直？没有没有那么直白啊，没有那么直白。对，加一点啊。执法人员不太会犯。你我跟你讲，因为你是执法人员，所以你如果了解讲吼，你有时阵电话咧讲监听的时阵，你在找人咧讲啥？出来诶，出来家里的，应该是讲，无想简单哦，爱想一个哦，这个陷阱哦。我知啊。在讲我的女朋友啊呢，你是牵手的吧？啊，是牵手的哦。还是讲，还是讲我家己人啊，这是在厝内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一个讲厝外朋友厝内兄弟吼，一个讲厝内的啊呢。哦，别坏哦。要酱油还是厝内？厝内的。所以讲，没有说是啊。哦，来今天嘛厝边哦，借鬼。借鬼这种屌跳的哦，搞狗不挡路这样子，就是说你买条狗不挡路，阿哥借鬼，好像立场不对。来啊，我知道，我知啊，借鬼是讲哦，人来挡你的路，然后你要叫他借鬼，阿我公赶快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啦哦，当啊，刚同意，应该不太通，应该是有点那个状况是有点说啊，比如说我不方便，还是在我在危急的情况下，我被咖喱借鬼。来讲你借用鬼者，借用鬼者，就是你不要管，江湖救急一下。但是够几种他阿爸，你的。
讲吼，无咧红照过，我要过就要过，无咧无要甲你照的，硬要嘛有，这两种立场是无啥立场无同啊。好来照过，那就是讲从哥拍摄我甲照过一下哦，你咪甲我管哦。这抽零分，头先我解释几波波你伫遐咧，你是伫遐咧？无，你伫遐拜托照过。我讲你嘛好，你嘛管我，一摊真正照过。好啦，勉强可以。这个也蛮有趣，秋骨。哦，秋骨，秋骨跟到用安尼，秋骨我家是这些青铜手足。哇，这个解释很有趣哦，很新哦。哎、欸，秋骨，青铜手足，你是我的秋骨，你是我的秋骨，你是我的秋骨，你是我的伯伯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来，错，秋骨就是有点像是在说啊、我们出去你的势力嘛，就是说什么哎、欸、实力啊，那边逼向跨向秋骨卡超地位，应该讲的原哎地位，整体啊，各方面的综合，很造句。你的秋骨你有在练的呢？啊，秋骨在五官粗无？又用错了，我头先在讲，你在讲我在听。比杰啊，我是在讲地位。哦，我知啊，就是安尼哦。我对一只录影棚的秋骨够粗的啊。是什么物件啦？即大家拢是同事，大家拢做工课，较袂去安尼讲。对啊。但是我是兄弟，无在讲，你是拖给我照过就好。这题给你过。Thank you 啊，Thank you 啊。好来，搁一个哦，坐好啊，坐。坐就好呀，这代志你卖管，你坐就好。不是啦，不是，坐，哦，赞。我刚刚这不是黑话，搞的这是台语考验。校长的那个歌兄弟里面有讲到，坐啊是透哎，自视的就是自视。哦，我知枪啦，枪自视的手枪嘛，坐，我知啊，自视的手枪。这是啦，啊，另外一种就是偷高啊的，自视的啦，自视的，你这得当讲啊，我这就是坐。你拿出来啊，我看，你坐。等一下，我拿一下卫生纸。你还有什么梗？穿风外穿的，扛棒喝啦啊！是入门款，入门款的扛棒。我就是这一次扛棒，我知，这就是我的扛棒有多大，你唔知我的扛棒，你买我的这名号，我响亮的扛棒。好，是，例句较歹的哈，即马到外口咧了吼，伊就拍输赢了，要输赢了。指甲油咩拍啊？啊，伫外口拄到这种体格，然后甲伊对峙啊，然后会怕嘞，会怕嘞，会怕。今天笑笑，嘿，啊，就拍输赢啊，都当破无，都当。扛棒较歹，扛棒，哎，你三个看啥？看甲伊把就甲。OK 啊，你唔知我扛棒偌大呢？哦，你被困到巴海了、啊。不是，没办法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黑话大考试，对大概有些人可能比较陌生，因为这个可能要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才会比较、知道这些话。但是我相信您头先听阿爹刚起刚刚哇，有些黑话给我们心里面的那一种感受，是跟那一种很正统的文学是很不一样的。我告尬一的尴尬呗，真假黑啊，就是你心里会有那个悸动那样来。对位的。大家接下来有一些什么计划？马克，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好了。接下来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个人专辑，然后把一些。的故事写一写，九十几首歌啦。哎，没有，十首，我们挑十首而已。对，那是双 CD， 是十 CD， 哦，你这是一串这样子。所以接下来就是期待你的新作品问世。春风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说来应该是先休困啦哈。目前，系啊，因为我从该做了，我想去单料就去比赛车，比赛车了我刚阿哥等你啊，已经去了，现在就过七月多才上啊。我所以被报告。今天谢谢我的两位好朋友，蓝马克、阿哥、蓝春风、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、按赞。各位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Sir， 接下来你刚才有什么音乐上的计划？违法的计划就不要讲了。没有了，没有违法来了，没有。后面阿谁？没有。这个违法吕士轩刚刚已经来看过了。违法的吕士轩。台饶2.0第二场演唱会，6月25号在台北空总当代文化实验场 C Lab。除了第一波卡司 Marching 跟 God One， 第二波演出卡司我们还邀来了 Alpha 和 Quanzo。下礼拜我们再来继续解锁第三波卡司，一样免费入场。我们到时候见。